亲。2021年度国家二级，宿迁法院啊，二级建造师职业资格考试组织作弊案进行公开审判。经查明，某民办高校考点负责人周某从存放考试试题的保密室将三门考试试题拍照后交给党某，从中获现金45万。党某又以100万的价格将考试的试题提供给被告人方某，随后方某安排他人做出试题答案，组织多名考生实施考试作弊，最终试题答案被层层转卖提供给他人，导致在全国多省市大范围传播。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犯罪事实情节，依法作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和判决。没有说判了多少年。这个总有人说这个东西啊，是这个所谓的公平，是所有的不好里面的最好的一个东西啊。我看未必，就是有一个总体方向的东西，如果没有改变，搞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啊，都是那个尺货效应、毛毛虫效应，都是向着一个方向走。所以说呀，这是我们又一个特色。那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全国什么什么考试什么专家组什么自己搞培训班吗？那搞培训班的不比这个厉害啊？那个也没听说把他怎么样呢，小物而已，漏网之鱼而已。没漏网的大鱼有的是，谢谢。